如果你在手机的日历上突然发现少了10天，在4号之后直接跳到了15号，你会不会感到害怕？如果你感到害怕，请把保护打在公屏上。事情的经过要从我收到的一条消息开始。就在今天，有小粉丝给我发来了一张图片，图片上1582年的10月直接消失了10天，4号之后便直接跳到了15号，并跟我说这是真的，不信让我自己去看看。面对这种事情，我肯定是不相信的呀，那每天骗我的人老多了。但是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，我还是打开了电脑上的日历。经过一番寻找之后，我发现这电脑上也到不了1582年呐，它最早也才1993年呐。我信你个鬼，你这个糟老头子坏的。之后我又在手机上尝试了起来，虽然说没抱有什么成功的幻想，但是在手机上好像能找到更久远的时候。经过了漫长的寻找，我终于找到了16万年前的这一天。令我没有想到的是，1582年的10月竟然真的少了10天。那么这10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